小妞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？大仙儿，我当然知道了，今天是国庆节。国庆节？哦，我说呢，今天来的时候啊，咱们学校每个人都拿着小红旗呢。要不咱们也去买一个吧？啊，可是我没有钱呀、一个小红旗要5块钱呢。大仙儿、胖妞，要不你们一个人借我2块5？我们俩5块钱。那还买什么小红旗呀？小黑，小红旗啊，不一定要买，可以自己做啊。啊？自己做？我不会。不会。你们不会，我会呀、我教你们。太好了。首先呢，咱们一人拿着一张红纸。好。然后呢，一人再发一张黄色的纸。你的第一步呢，咱们需要在红色纸上画出小红旗的形状。哦，这是一个飘扬的红旗。这一次呀，我一定要认真的画。画好之后呀，咱们拿出剪刀把小红旗给它剪下来。啊，剪下来。剪好之后先放一边，拿出黄色的纸剪星星。好，换一个大一点的星星，其他四个是小星星。画好了。好，画好了别忘了把它们剪下来哦。好。剪好之后把星星贴到小红旗上。好。一个大的五角星，这里面贴一个小星星。我的五星红旗完成了，你们看。哇，胖妞，你做这个五星红旗好好看呀！你们看看我的。大仙儿，你做的也不错，就是星星有点太大了。哎呀，你们看我的怎么样呀？我这个五星小红旗比你们的都好看吗？对对对，咱们三个的五星红旗做的都非常非常好。那咱们拿着五星红旗出去转一下吧。好。让其他同学看看。